来这边请，哎，对，这样站站好啊，很好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吧。我们刚才演的是刘海砍樵，但是由于这个宝宝你太像孙悟空了，你知道吧？反正好多人都是当西游记那么看下来的，哎，太好玩了。你这样，我们现在先请两个大明星给大家点评一下好不好啊，姐姐？好的，来点。摇头不算，点头算，哪位来？我先来。好，行。为什么我要先来？哎、我是湖南的媳妇儿哎。湖南的嘞。啊。这首歌太熟悉了，我现在特别想听宝宝你说一句话，你会说湖南话吗？讲得不咯？会。会，你看，你多说两个字好不好？你惜字如金哦。会。哈哈，您真客气。啊，摇得不咯？摇的不？摇的不？摇的。你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？西门子。你叫西门子。我叫菲利普。我觉得他们有非常地道的湖南的口音，让这个音乐的味道出来了，哎，这段戏曲的味道出来了。尤其是你对这段戏呢还有独特的感觉，有情感，是了。而且他们的外表又跟这个差别那么大，所以我把它当成一出喜剧来看。哎，目的应该是达到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谢谢朱迅姐姐。周围这个特别好玩，我就看他们俩这个，尤其这个小男孩这个形象。唱这个花鼓戏我觉得怪怪的，是吧？嗯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弟弟一直就很无辜在台上站着，是不太愿意听我们说话呀，还是怎么？慢热行，慢热了是吧？来两句英语估计就好一点。唱得挺好，唱挺好，尤其刚才这个朱迅姐姐夸你们这个吐字发音特别符合这个剧种，对。但是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足啊。你讲。叔叔告诉你们，就是觉得好像在表演上面稍微不是太投入，这个恐怕要注意一点点。哦。但是其他都非常好，哎、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，他们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刘海砍樵，这刘大哥、胡大姐是什么关系啊？可能不是特别了解，有一点点。好吗？他们演的是喜剧，是你没看是孙悟空跟何仙姑在打呢吗？那就难怪了。
难怪了，好多人看的其实都是这个效果。嗯，来吧，我们请姐弟两个人完成自我介绍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节目要表演成那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个人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大点声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牛俊龙，我今年，我的粉丝们都叫我西门子，我今年5岁半了，我爸爸是英国人，我妈妈是长沙妹朵，而我是长着英国人的脸的长沙芒果。来，姐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湖南辣妹子牛黛西，来自遥远的英国，我继承了妈妈东方女性的温婉，又拥有了英国女孩的开朗和自信。别看我个子长得这么高，其实我才7岁呢。在英国出生的我，从一个只会 ABCD 讲英文的小宝贝，变成了可以在舞台上充满自信、光鲜亮丽的中英文化小使者。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和我弟弟。哎，这个大概的成长背景大家知道了啊。爸爸是英国人是吧？妈妈是长沙妹子对吧？哎，宝贝儿啊，弟弟你好啊。我这个棍儿能给我看看这个棍儿吗？能。好，谢谢你，真大方。为什么我们拿这棍儿呢？因为我怕他控制不住，刚才那个周围给他提意见下去打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下面马上要下去送礼物了，特别给大家带了礼物来。来，姐弟俩下去给大家拿，送给大家。真给西游记的腿啊，刘海砍桥大家一点没记住，全是西游记。看一看，熊迅看了肯定觉得特有感觉。呀，亲一口。哎呀，哎，这个挺好啊，头一次啊，这个把礼物单独送给我啊，看见没有啊？小弟弟刚才亲了朱迅姐姐一下，是这姑娘过来捏着鼻子说这是湖南的臭豆腐，她不喜欢，要把它送给我。你看我怎么理解呢？就是希望你健康长寿啊。好，这个东西我最喜欢，真的，这个闻起来臭，但吃起来香。没错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而且他们很注意，他没把臭豆腐给你，然后挺好，也没给我，我太幸运了。好了，我们刚才在开场呢，看到了姐弟俩表演刘海砍桥，对不对？那是代表他们这个湖南的这个身份啊。下面能不能你演一个节目，能够代表你们这个一半的英国的血统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芭比娃娃。好的，来吧，掌声我们欢迎，换装完毕。表演这个节目 Bobby Girl。 Hi Bobby。 Hi Ken。 I wanna go for a ride. Sure Ken. Jump in. I'm a Bobby girl in a Bobby world. Life in plastic is fantastic. You can brush my hair and dress me everywhere. Imagination, life is operation. Come on Bobby, let's go party. I'm a Bobby girl.收吧，大师兄收吧，还在那儿定着呢。太，来来来，他这边站着，是不是还想要这棍子？别要了呗，你穿着这么西装革履的。来，姐姐站在这边。好的啊，好了，来，马上进入挑战大明星的环节。二位请戴眼镜啊。耶，弟弟活了，去拿那个小旗儿。哎，躺好了，都看不见了吗？二位，音乐起，挑战大明星，走。
周迅，台上请。这应该是朱迅你希望的一个场景吧？你想近距离的接触这小子？对，我特想来摸摸他头发，我老觉得像个帽子，我想给他揭下来。哪有这样的？不是帽子吧？好了，我们要挑战什么项目呢？朱迅姐姐已经上场啦。我弟弟是楚婉玲的表情帝，我是裁判，你和他比表情，谁的表情做得好，谁就赢了。比表情？他是表情帝啊。表情帝。我一直觉得他很深沉。你有表情吗？有。有。要。你先笑一个我看看。我看见你牙了啊。没发现一说这事儿这孩子就来劲吗？估计是他很擅长的一个。来吧，弟弟先表演，姐姐给口令，我们看看表情帝。我们俩一起吗？你先，我们先看看弟弟。啊，他呀。对。啊，考试打了100分。结果看错了，是10分。就定在这儿了。恐龙来了。看到冰淇淋了。宝贝儿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在这儿。还有什么？看到冰淇淋了。发疯了。发疯了。定。还有吗？那掌声鼓励一下吧。来，下面怎么考朱迅姐姐呢？我说表情，你和他比，看谁做得好。哦，我跟他一起是不是？也是刚才这些吗？对啊，你一个人。哦，我一个人。一个人。嗯。你发口令，然后让朱迅姐姐做好不好？不要太难，对吧？考试打了100分。这个考试100分，朱迅姐姐离得太远了，你改一个口令。你看见周伟叔叔了，掌声欢迎周伟。你不是要看见周伟叔叔吗？这回进京的，两人挨着。哎哎，干嘛呢你？真是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姐姐考吧。考试打了100分。你作呀，你没考过100分是吧？你来哄孩子考100分呗。考试这事儿离我有点远啊、嗯，要不然你出题，我来演。行，我出题，来做啊。看见观众朋友们了。哎，你老公在底下坐着呢。看错了，原来是周伟。制片人给你涨工资啦！你们看到朱迅缺什么了吗？就缺钱呢。好，现在换一下，朱迅给周伟出题，周伟做表情。哈哈，你也有今天，过来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来，开始。周伟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下面坐着全是喜欢你的观众，但是包袱一个没响，回家看见老婆了，想找个出气的人，要，但是老婆比你气更大。给老婆赔不是，纠正一下，纠正一下，电视机前周伟太太实在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些差不多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再次掌声，掌声感谢两位大朋友大明星，这孩子演傻了，特别感谢两位大明星刚才又为我们的宝宝们聚拢人气，来，姐俩一块儿啊，告诉大家再强调一遍，你们是几号？来一块儿来，声音不大啊，得让大家记住一遍，你们是几号？3号。要记住了，
好了，谢谢你们表现得非常棒，非常完美。好了，场下休息一下吧，拿着棍儿好不好？悟空去西天取经去吧。好了，掌声欢迎四号宝宝文冉苗。